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现在带大家去空中看一看宝峰古镇，从空中的视角来看一看宝峰的全景。旁边这条江依然是笔江，我们沿着笔江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。笔江继续往南，就会汇入澜沧江，在龚果桥的那地方汇入澜沧江。宝峰古镇，这个在古代繁华富裕的城镇，笔江是红颜色的，因为它流经的区域都是红砂岩。我觉得好像红砂岩的区域都是盛产食盐的地方。宝峰古镇有历史、有文化、有故事。朋友们，你们会喜欢吗？这里就是没有商业味。好了，欢迎大家给阿叔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留言，更欢迎大家订阅阿叔的频道，可以跟随阿叔的镜头去看更多的风景、更美的风景。谢谢大家，下一站去诺邓古镇，大名鼎鼎的诺邓古镇。吃诺邓火腿，下次再见。